可是要凑到齐好像还挺难的，好不容易有个意外的台风假才让四个人都在家，所以啊，我心里有些话想跟大家说，我只是想，这个可以的话，能不能在这所剩不多的生命里面，可以自由，可以离开这里，过自己的生活，无牵无挂的去寻找一点自己存在的价值，就是这样吧。早就怀疑了，他在外面哦，一定有我们看不到的财产跟存款。天哪！我还不知道我们竟然真的是这样在过日子，还是说你们之间根本早就没有爱啊？不然怎么听起来你们好像都在彼此忍耐？喂，你还没有回家？我打家里说你还没回家。是、嗯、你在哪里？我在一个喝茶的地方参加一个同学会。同学会？哎，请进请进。哎，班长好，这是我双胞胎女儿。不好意思、来来来，我们喝酒，来静下来来我要及时找廖清辉，他电话好像没接，秘书说他开同学会，我想你会在场，如果在，能麻烦你把电话拿给他听吗？哦，是廖夫人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次长，您太太找您。您开会阁有酒通啉哦？连拢嘛安尼啊，套餐红酒开会啊。啊，遐官员的太太拢有参加？哪有可能啊？我凊彩问问的啦，因为你的身躯有芭比布朗的粉饼，还有小鸟的香水味。告诉我，你真正爱着我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敢讲你不相信哦？我当然相信，所以我一直跟他去讲，我一定要爱你，比你爱我搁较济。虽然知影你四界拢有高高甜的查某，虽然我的心伫咧痛，伫咧流血。哥，我也是无忍心去甲你疼看，去甲你接病。我知道，我孩子的妈从美国回来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不能在一起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一回来，我反而更想跟你在一起，而且就在我家里。他是谁？这个女人是谁？夫人你好，我是珍妮。我没问你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讲话。我问的是他，这个女人是谁？